公众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建议。所有往来武汉及其他感染地区的游客，必须在到达泰国后通过检疫办公室的检查。如果发现你有发烧的情况，并且有咳嗽、流鼻涕以及呼吸困难的症状，您需要到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。如果在您旅行的14天内，你有发烧且伴随其他症状，包括咳嗽、咽喉肿痛、流鼻涕，或者感觉全身无力，请戴口罩、洗手消毒，然后去医院寻求帮助。请告知医生您的旅行史。更多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信息，请致电疾病控制中心的热线1422。